猪的来的，不哪都是有埋的，就是加了高价鸡的问题。刚还刚刚这个大的，拿点这个大的，差不多都有300斤以上。现在的价格是19块钱，我们希望还要再高一点，当然越高越好了。高过来。不能干，但不能干，你不能说就别人就扔个熊猫家，你不扔个那个，你不那个，你非得喊走吧。公司搞来的，就卖里面那两个大的。要有事实哦。关于马怪不大，年年个钱都没得到。多少个钱都得？多少个？肯定上万是啊，肯定会得。去。多少人光棍玩了？我就给点毛根子。